这套房呢，地铁1分钟，房租9000，管理费、垃圾费加起来500。啊，可是我一个人住不起这么贵的房子哎。等一下，你一个人住吗？啊，对啊，怎么了？你预算多少？我预算1500。行吧，反正房子空着也是空着，1500就1500呗。101，你这个月租金什么时候交啊？没有水费电费这么高的，垃圾楼道又乱扔。房东，干嘛？你好漂亮。赶紧交啊！蹦下个那个，蹦下个那个哦。咱们这市中心电梯房，地铁上盖啊，房租12000一个月，豪华装修，你看行吗？哎，那个房东啊，我刚从农村出来，可能没什么钱。你有女朋友吗？啊，有，但是明天会分手。房租减半，送你1年的宽带，明天入住。601，半年前的租你现在还没有交啊？我活了20多年，没有见过你这样的租客。房东，你这句话说错了。哪里说错了？你明明就只有18岁，哪里来的20多年？不知刚才我是不是听错，还是我想太多，想他换了。哇，这么漂亮的房东我还是第一次见。可以可以。这是你租房子的钥匙，记得按时交租，我会准时来催你交租的。整个夏天的香。每个月要加500房租啊！又加房租？你这个坏房东都加了我几次房租了？加了这么多次，你究竟想干嘛？我跟你讲，你今天要不是不跟我说清楚的话，我跟你讲，我就，哎，算了。哎，回来，是我长得不够好看。房东啊，那个我想退租了。哎，不是钱的问题，主要是家里的公司太远了。地库有不吃，你拿去开吧。哎，主要是这里太偏僻了，我喜欢的女孩子真的不肯来我家玩。那在咱们找一个不就行？哎，那个房东啊，我都请你吃这么多次饭了，你究竟什么时候能减我的房租啊？可以啊。啊，你疯了吧？我家的钱是大风刮来的吗？吃一辈子的饭，算了，罪得不住。哎呦我的妈！这间房子租给你了，我们这里有一条不可以养小宠物，会有异味的呀。啊，那我一个人多孤单啊。一个人住吗？啊，对啊，怎么了？其实有一些不用打理、没有异味、很可爱还很粘人的小宠物，你要不要考虑领养一下？好想和你在一起。哎呀，房东啊，这套房子挺不错，但是租金方面……这样吧，我们玩个下数题，如果你答对呢，房租减半，明天入住；如果我答对了呢，你要陪我看电影。好，那请问27000吗？乘以12500等于多少？等于3亿4750万。到我了啊，1+1等于。像环游这片星空，找到你的星球。嗯，可是我刚从农村出来，没什么钱，能不能便宜一点？我做饭很厉害的，房东，我可以天天做给你吃。6000吧。我还很会通水管哦，我可以给整栋楼都通水管。5000。我还认识很多单身帅哥啊，我可以介绍给你哦。那你是单身吗？我也是啊。2000，免押金，明天入住。可你已经不能控制每天。哎，你干嘛？我看了鬼片，我害怕了。哎，那都是假的，房东也不能随便进我家，快出去！嘿，你这男的怎么这样子呢？保护一下女生怎么了？哎，你看后面是不是有个？别吓我了！走了，我自己出去了。哎，回来！我一个人害怕，你陪一下我怎么了嘛？哎我去！呀，你吓死人啊！竟然不敲门！这是我家，你怎么进来的？我是房东啊，我肯定有钥匙啊。啊！哎，我肚子饿了，你去给我做点吃的啊！哎，那是我房间，你干嘛？喂，哎，我累了，我先睡一会儿，做好了叫我。喂，哎呦我的妈！听你公司同事说你请病假了，怎么回事？房东也不能随便进我家啊，我的事关你什么事？关我什么事？没有经过我的允许，你不可以生病。凭什么？凭什么？这房间所有的东西都是我的，不可以随意损坏，包括你。